你知道吗？中国人每年每人至少要用掉两棵树的纸，而绝大多数都是日常生活用纸，吃饭时候要用，洗手时要用，洗手间里要用，外出时还要用，处处都在用。而树木生长周期大量采伐还会造成巨大环境破坏和大自然灾害。随着造纸技术的发展，竹纤维纸诞生了，它的诞生被誉为是家庭生活用纸史上的一场创新性革命产品。竹子生长周期短，一年即成材，合理方式砍伐可以源源不断地利用，减了对树林的损耗及环境的破坏。更重要的是利用竹纤维造纸，在整个生产工艺及过程中充分发挥了竹子本源特性，大大减少工艺，更是降低造纸带来的污染。所以在这里我们呼吁消费者朋友们，家具生活选择竹纤维纸，保护环境是我们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和责任。而卡利诗爱生活竹纤维纸巾，竹纤维经长时间的高温消毒杀菌，采用原生态的提纯技术，保留了竹纤维的本色，以及保持竹纤维的长短平衡，令纸张绵柔、透气、强韧，即使反复揉搓也无尘无屑。同时不使用漂白剂，不含有锂离子、荧光剂等化学有害物质，减少对鼻黏膜及呼吸道的刺激和损伤，更加环保健康。再加上独有三层加厚设计，吸水性强，可以干湿两用，沾水不容易破裂，紧急时能当湿巾使用。竹纤维中含有天然的竹醌成分，竹醌是天然的抑菌剂，每次使用更安全健康。为此我们设计出很多单品供消费者选择，手帕纸、无芯卷纸、有芯卷纸、厨房用纸等，应有尽有。一张张小小的纸巾，凝结着我们对生活的热爱，对社会的责任，保护环境。从我做起，爱生活竹纤维纸巾。